副门主，药带来了吗？带来了，将这药粉混入水中，不出一日便可痊愈。 慢着，给我！ 青宁和叶浩然已经在我的手中，天宇国封苍国投鼠忌器，已不足为惧。至于流云国嘛，青衡已经中了我的离间计，自然会替我解决。你还真是步步为营，机关算尽。四国大赛本来就是成王败寇，如今冠军已是我上官瑾的囊中之物。 相信我，除了本世子，没人配得上你。只要你心甘情愿地嫁给我，这段羽雀送给你又何妨？我必须要提醒你两件事：第一，我玉清洛早已有了如意郎君，请你不要再对本姑娘痴心妄想；第二，谁说青宁和浩然在你手上了？ 这便是你用脏手碰本君娘子的下场。